早上来县城啊，办点事。办啥事呢？这个事呢，好事哈、啊，好事。给大家等会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来这的目的就是这辆车啊。来看看这部车，这个是我这个一个兄弟的，他现在车太多了啊。他这个车以前有过烧机油的那个现象啊。听这个声音还行哈，啊，震动也没啥，还可以。看一下内饰啊，这是全新胜达现代的哈。看你整修啥，就是作品展。看一下。还好啊，他这个保养的行哈，那是没啥，反正就是，这个是皮包的，可以换过一个。来，把这个他的物品，属于他的物品拿过去。哎，那个枕头，那塞满了他后备箱。眼镜，自行车，扣子好用吗？扣子不要，怕泡沫了。扣子不要，还有钱，哇、哦，还有钱在里面，钱算了，不要放了。还有几块钱，大爷，还有几块钱拿给你儿子去买吃的。哎，看这里面，哦，这里面还有钱，怎么到处都是钱呢？还有啥？这个，发了个，这啥？这没用啊？幺个，打疫苗的。打疫苗的。那个是啥？那个机动车这行驶证，这驾驶证是你的？驾驶证我也拿。驾驶证是你拿去。杨总驾的那个车太多了，这一辆又买了一辆新的，所以这辆车就不要了。这个检修一下这个车，轮胎换了两个啊，换了两个轮胎，这个轮胎要换了。这个这里还是哪里啊？这个皮套坏了啊，这个也都是小问题哈，没啥大问题。那你等牛叉子帮你带哈，喇叭都不打。不打，干嘛死？过户上牌，这个车一是我的了。洗一下，这搞了一天这部车啊，现在才回来，这七点多钟了，天就黑了，都死了。这个车的话，反正整体都差不多哈。在这里还没跟大家介绍一下细节方面的东西哈。等明天我再跟大家看一下好吧。具体多少钱，明天大家讲一下啊。在这里的话呢，大家猜一下，看看这个车多少钱啊？这部车的话是2013款的哈，应该是2.0的吧？那个胜达的裸车价的话呢，是一个25万左右啊。新车的时候，但开了9年，不知道这个车啊能值多少钱？更多的粉丝也可以哈留个言，看看到底能值多少钱。我明天的话呢，再去拍一下哈。价格以及这辆车的细节，以及这辆车到底是哪里修过，哪里没修过啊？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啊，先吃饭，明天再去看。